韓国のビッグナンバー2が今初めて韓国の地を踏みました。对于朝鲜独裁政权还能生存多久的问题，最近一些脱北者的回答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预测的时间呢各有不同，但共同点却是时间都很短。金正恩已经失去了朝鲜精英分子的支持，因为他执行恐怖统治维持权力，包括处决姑丈张承泽、杀害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并不断以导弹和核武恐吓全世界。国际上像朝鲜这么邪恶的共产党政权不多了，中共不愿意朝鲜变成良性的威权统治，搞改革开放，让老百姓发展经济吃饱饭，所以在朝鲜问题上中共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危险所在。不同于中东一些国家，朝鲜政权的坏有历史根基，它吸收了苏联和中共的坏，集坏于大成。朝鲜金家王朝的垮台最终是要靠全世界人民看透金家王朝对整个世界的危害，动用强有力的武力手段解决的。朝鲜问题唯一解决的方式不是和谈，而是武力。这些脱北者的看法变化如此之大，拉蒂格听到的两个理由，一是来自美国总统川普的直接挑战，一名分析人士认为这就像美国前总统里根直接挑战前苏联，结果使这个曾经强大的政权瓦解，这也透露了苏联是只纸老虎。事实上西方国家对朝鲜的这些手段目前看来都是失效的，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且给全世界的和平带来了极大伤害。如果时间可以倒回的话，我相信美国再也不会像当初那样维持在三八线上保留朝鲜这个政权。所以我认为对于朝鲜没有任何的和谈的空间。周二，联合国人权调查人员首次报告，朝鲜劳动党就是朝鲜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民施加广泛的系统的暴力，情况非常严重。上个月在东京首尔的听证会上，多名朝鲜流亡者证实他们在朝鲜遭到了朝鲜共产党的酷刑和暴力对待。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科比表示，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幸存者遭受的饥饿和暴行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朝鲜系统性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典型表现。科比还表示，委员会将进一步追查实施迫害的机构和官员。这段视频画面标注是朝鲜监狱虐待脱北者，拍摄时间地点无法确认，但画面上依稀可见朝鲜处处可见的金日成家族的画像。朝鲜二战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一度由苏联托管，实行共产主义。和所有共产国家一样，朝鲜控制思想和言论自由，排斥传统宗教，同时树立一个世俗中的精神崇拜对象，在朝鲜就是金家祖孙三代。在朝鲜的政治犯集中营，很多人被捕的原因是对金氏家族不敬或信仰基督教等。정치범들은당과김일성그리고우리조국을배반한민족반역자들이고우리민의원수들이다。面积只有中国一个福建省大小的朝鲜，全国至少有五所劳改集中营，占地面积相当于两个首尔，共关押8到12万名政治犯。美国政治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估计，在1948年到1987年的近40年间，共有100万人死于朝鲜劳改集中营。7시 반에일어나서4시 반에출근하고깜깜할때까지이사람에대해서인권을어떻게하겠다면더인권에대해탄압해서이사람들을죽을때까지그래서완전히사람은그뭐죽이기위한죽이지못해서벌어먹는수단이니까이사람에있는데는최대한고통을주는게여안의의무예요그러다가가르침딱받아주는데거기서서리없이그저그걸꼭하고넘기면매안맞고자기도모르게그막뜨끈뜨끈한게이게입에들어오면막나도모르게구역질하면거기서거기서있는매없는매막때리고맞아야된단말이에요그러니까나그렇게그우리이주민들을악착하게그렇게하라고그러나거기인권이고뭐고그런관계치않잖아요거기서는그리고이사람들한테동정을하거나
그리고이사람들이부탁을들어주거나이러면은너를포함한너희부모도똑같이처벌받게될것이다그리고만약에이사람들이반항하거나도주하면사살해도좋다对怀孕的女性，劳改营会强迫流产。일할라가갖고이제여자들오죠임신한여자들그런데일할라많이보내거든요이제일할라가갖고그힘든이산길있잖아요짐지고올라갔다내가올라갔다막이렇게일을시키거든요그럼자연제대로막유산되잖아요还有血腥的公开处决，让所有民众看到反党或者只是追寻自由都要付出代价。총을딱쏘니까군이탁풀리면서내가탁튀면서피가튀는모습에서충격을탁먹고그다음에머리를그래그런걸보면저는잠이안오는거죠同时，朝鲜以及苏共、中共诸多共产国家都会对政治异己的家人实行株连。제명도모르고내가하나죄인인데내게달린여섯식구는무슨죄로갔는지도모르고이관리소가있기때문에그사람들이나하나죽인다하면은뭔가이사회불평등에대해서목숨걸고반항해보겠는데나하나죽이는데그치는게아니고삼대를말하자면그관리소에보내니까내자식들과애매하게무슨뭐조카들이나뭐든다이렇게돼있기때문에고기에맞지못해서현정권에말하자면끌려다닌다严防国内民众反抗，同时严防外敌。金氏政权奉行先军政治，把全国 GDP 的四分之一投入到军费。朝鲜总人口2000多万，其中现役军人100多万，后备役600万人，武装部队人数高达全球第五。但与此对应是民生空间被大大的压缩。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数据，去年朝鲜每人每天的粮食配给只有300到400克左右，远远低于 WFP 的最低标准600克。사회도존재하지만은북한국내에서도식량난이제일어려운중에그배고픔이제일어려운중에심지어어떤사람들은개똥을사잖아요소똥이란사람이그콩알이대대강렬이란막나오잖아요그거막두서먹은사람들도있다고하더라고而金正恩四年来还花费27亿美元购买奢侈品，换成谷物够朝鲜人吃2年多。朝鲜已投入至少32亿美元用于导弹项目，换成谷物够朝鲜人吃上3年。北朝鲜金正恩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让这些大国承认他的核地位。他子弹一旦成那个他所号称的核大国吧，那么他就认为他的金氏王朝这个独裁政权就万事永固了。所以他最终目的还是追求他的政权的安稳，继续的统治和奴役2100万北朝鲜人民。朝鲜经济严重依赖外贸，在1990年代，朝鲜外贸的7到8成依赖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苏联倒台后，如今朝鲜外贸的90%依赖中共。不过虽然依赖中共，但目睹中共党内的激烈权斗，也让金氏家族看到权力外流的风险。2009年，朝鲜修改宪法，悄然删除共产主义思想，改为推行金家主体思想，这被视为转向世袭帝制，也让外界在盘点全面退朝的国际共运还残存几个政权时，会为是否算上朝鲜而纠结。不过中共对此秘而不宣，相反继续大力金援。国际调查发现，朝鲜核岛项目背后有中共官方及中资企业大量的资金与物资支援。到2016年，朝鲜官媒又恢复宣扬珍惜共产主义思想的论调。进入21世纪，共产专制阵营和民主自由阵营对抗不止，金氏三代严厉高压，但是却始终压不住朝鲜人民追寻自由的脚步。I have to leave this system, and not only leave, but I have to, you know, the fight to topple, you know, this system for the sake of my family and also for the sake of my colleagues.人民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几十年来从未停息，而逐步升级的朝鲜危机将如何结局，各界关注。